今天来找前任借车，哎呀，你现在站起来了，开个玛莎拉。啥事儿啊？想找你前缘？我是来续缘的，但我不你续。怎么的？哎，你不是不爱出门吗？今天就让你送个车，你穿成这样干嘛呀？我平时买菜这么穿。啊，你买菜你拎它？管我？行了，我不跟你废话了，车借我，我今天相亲。你相亲找我借车？啊？你咋想的？ 那我不今天看你发朋友圈吗？你说这小车我开出去相亲，我成功率起码能加50%。你是公诉加50%？住嘴！车给你，慢点开，别闯红灯，赶紧走吧。哎哎，你帮我挑东西，晚上用。我帮你挑什么？挑房啊？还有啊，不让坐副驾驶啊！不是，我不让他坐副驾，我拧着脖子看他。拧着侧方点。哎你。 真服了，哼，王姨介绍的，对啊，王姨真行。哎，那是我妈，你说啥呢？你妈不是咱俩说三年对象啊，把我介绍给你。哎，我妈可不知道啊。当我找前女友借车去相亲，然后相亲就碰上了。我要知道是你，我这骑自行车来的。我知道是你，我来，谁愿跟你给起待着啊？一分钟待不了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咱走。 烦死了！哎呦我操！打火啊，干嘛呢？打不着了呗？你咋的？下去看看。他说没有电了呀。你缺心眼啊？但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叫拖车来吧。叫拖车干嘛？啊？咱俩跟前休息一宿，他就好了呀。车。 你不要了，你休息一宿。他之前你带我出来的时候，车也是坏了，然后休息一宿，他就好了呀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别跟他放屁了，行不行啊？这玩意儿你放一宿，他自己就能好啊。就是这样的吗？之前就是这样的呀。之前我的对象。所以说，就现在你不是我对象了，这都不能把我修好。这俩有关系吗？咱俩和好吧。不。 你有病啊！他真坏了，我没给你开玩笑。陈一鸣，你不能这样。那咋的？我咔咔，我给他做个人物弧写，我救活他。你看行不行？那你先救活我呗。相亲碰前任，回去路上车还坏了，只能在附近找个地方住下。哎呦我操了，这个腿都给我走细了。哎呀。 咋的了？是不是想多看我这张俊脸？放屁！那你找好自己的位置。啊？不是，我位置不就是在这儿吗？我还能去哪儿啊？你还想？你干什么？滚地上睡去！我那地上又埋了又凉，你让我怎么睡？我管你啊！哎，你还比我大呢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照顾照顾我呀？哎哎！你干什么？我睡这儿还不行啊？你起来呗，我想洗个澡，身上都黏了。 啊，不是，你搁这考验我呢？这可咋睡呀？翻个身都费劲。你睡了吗？咋了？想明白了？想复合呀？你在给我遛什么？嗯。 我们摆的走啊，我走，没事，牵一下。哎，那个，你冷不冷？要不我……你好，没事，蓝姐。我没叫保洁啊。哎呀，你走错了。你怎么不看我？ 哦，我看呢。空调好像有点冷。啊？空调没开。啊？那可能是。好像是。 就有多讨厌你。因为一些意外，无奈和前女友在外面住了一宿。不是你他妈追我干什么呀？你再他妈不出门，你烂被窝里了，你该上班了。哎
不是我他妈上什么班儿啊？你，哎呀，你松手，我事儿不用你管，你管你那么宽呢？我疼死了，你个狗！可是那面试吗？他啊，咱搁哪屋啊？你有病！我们这边也差不多了，明天可以来试岗了。啊，好，没问题。那个，你有男朋友吗？啊？哟。妈真是冤家路窄呀！那不愧是这个故事，原来是这个故事。下班了，来公司干嘛？我主要想来搞点办公室面墙的。哎，你有病啊！我来工作呗，我还能干啥？你说那废话。他走遍流程吗？我刚走。姓名？雷鸣。性别？不是。你没话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你搁这想审我去了？你什么级别呀？你审我？什么总经理？啊啊，我你二 B 呀？你现在正缺人呢，而且小王刚走，他那个是，你注意一下。胡庸的标准是跟我不合。哎，你和那王总怎么认识的？有合适的介绍给我一个呗。王姨介绍的。王姨是谁呀？我妈。啊？咋了？去我办公室拿个烟。不是，你少抽一天能咋的呀？放哪儿了？没有啊。那回来了？咋这么年不出去啊？自己偷摸抽了？我酷酷搁屋里一顿猛抽，说那废话。这没有啊，你放哪了？你招谁了？我，你干什么？我在我办公室藏烟。那你不能出去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这真是最危险的地方，最安全。哎，媳妇儿，别生气，你们姐姐姐为什么在外面喝茶？哎，不是，你听谁的呀？哎呀。你先出去，我等会儿再去。毕姐，你是忘了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忘了。烟还没抽呢。哎，你干啥呀？这是在公司。怕什么？公司又没有人。不是，中午吃这个。我赶时间呢，你说。我做的。不是。这他妈啥呀？你嫌我命长是吗？午餐啊，爱情午餐，我跟你说，记得吃哦。这玩意儿能喝？这又是啥呢？啊？听说了吗？那谁家小那谁的，那谁家小那谁搞对象，人抓着了。你说啥呢？吃饭。哎，怎么了？别吃这个。不是，让你这些年吃你狗东西就行了，这么抠的。哎，咋了？那个，你不有事跟我说吗？哎，一会儿再说呗，着啥急呀这？啊？哎，我都没完了。咱公司不吃东西罚款，你别吃了呗，罚呗，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？良言难劝开死鬼啊！是是。我操了，哥们儿，你他妈吃干碎呀！我这挺好吃，好吃吗？那他妈能吃吗？你他妈活不起了是咋的？我说了，那么难吃不让人说呀！我就别说了。王总，他知道。哎。啊，咱们是，他做的老那么难吃了，难怪这么好吃。我给一鸣做的全让你吃了，那他怎么吃啊？我意思，你罚他款呢，是不是？罚点款也不是不行。你钱多伤感情啊！啊，在工位上吃饭500，我手工做的200，还有把我的三明治吃了，我很难过。精神损失费3000，散热性工资扣了。你是真嘚儿啊你呀！都说了不让你吃泡面了，怎么还吃？累死了。幸亏多做了一份。啊！歌颂这种平凡，一两句唱不完。月月，哎，王月，你站呢？你再说一遍，你要干啥去？相亲。不是，我就不让你在公司拉手，你这脾气。你不给我拉，找别人拉了。行了，拉，你别生气了。早这样不就完事儿了？全进腿了。哎，你是王月是吧？这什么情况？我是我妈介绍跟你相亲的。啊？
你耍我呢？你妈不说你没对象吗？是啊。啊？这不刚复合吗？啊。不是，你是干啥的？你穿的穷不露。哎，你的我他妈。陈总，待会儿张总的会，你要不要稍微延后一下？啊？啊，那个你先延后吧，我这边还有点事，您去吧。哎，我可没听说这公司有你这号人物。不是，那兄弟你是哪号人物啊？我爸和他爸认识。你爸和他爸都有合作。我好像没见过你爸爸吧？我但是我也没见过你爸，他俩之前认识很多年的话，合作。这公司怎么来人不告诉我啊？什么时候来人啊？这是唱的哪出啊？啊，哎，那个老板，这个您认识吧？哟，这就是令尊是吧？我侯爷，哎呀，家父跟您是同事。哦，你啊，我知道啊，我小时候抱过。啊，对对对啊，对对对，那个，按辈分来说得叫我大爷。大爷，哎，乖，哎，乖，这个你得叫二大爷。二，哎，这是你二大娘。叫人啊，一鸣，来办公室。啊，啊，来干仗了，这么冷漠呢？管那么宽，你这个，哎，不是，咋又在这儿啊？那边人多呀。啊？还生气吗？没。别生气了。为啥他生气呢？明明就是生气了嘛。我都跟他们妈妈说了。咋还骂人呢？没什么事儿，相什么亲啊？你看谁呢？我错了。我错了吗？哎，你别整这样，不好使。错了。哎呀，哎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嗯。你说的说，你来了，欢迎来了。咱再停一会儿。还生气吗？嗯，还行吗？那一年，我们算什么关系？算